今天咱们烤这个东西是带馅儿的，照原油腰子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网油一大片，羊肝、圆葱、芹菜、姜其切末。接下来咱们开始调馅儿，十三香适量，蚝油来十克，姜其搅拌均匀，牛网油给它搅成小圆片，就像包饺子皮儿一样，给它放馅儿，包好穿钢签给它别好，就穿成这样，一气呵成，每签穿两个饺子。穿好的带馅腰子就这样似的，板板正正，棱棱正正，咱们上炉开烤，撒盐面作为底口，烤至变色翻个，烤至鸡鸡冒油的时候就这样似，撒入烧烤小料，烤老一些撒紫盐芝麻辣椒面。这种芹菜馅的腰子你肯定没吃过，那是真呢呀，啥玩意都能烤。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。